倍生敬仰，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。初阅庆师生平，赐觉平淡至极，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，竟无他物可言。然细加玩味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？心下会悟，始信大道至简，生佛不二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如是而已。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：一句弥陀法中王，七十年来心中藏，不参禅理不言教，不解经咒又何妨。信身愿切执念去，自然花开极乐邦。留此金刚不坏体，正转法轮度迷茫。细观佛手低垂处，恰似六祖驾慈航。金钱祈祷莲台下，求师引我出梦乡。2005年，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，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，而远赴广州，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。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，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，并合影留念。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，依然身体康健，头脑清醒，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。老人家说，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、老实念佛的结果。张先生至诚顶礼，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，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，诗赞贤师曰：悟性从来各一家，谁贪寒瘦厌年华，菊花自责风霜国，不是春光外菊花。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，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，实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。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，但他的慈悲、勤劳、纯净、纯善，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。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，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。居士们供养时，总是印经书和放生。百多年来，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，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，参与修筑当地桥梁、河道、房舍不计其数，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，真是桃李满天下呀。五台山、普陀寺、少林寺、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，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，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，弘法立生。他晚年虽百岁高寿，然思维敏捷，身心康健，德高望重。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，千佛寺、来佛寺、圆明寺、摄旗居士林、南阳义乌念佛堂、六方佛堂，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，走到哪里干到哪里。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，还什么活都干。种活是的，是的。他一天到晚都不闲，平平常常才是这
很简单，念阿弥陀佛，一心表法，念安抚法门真是不好。那哥有钱下猛雨，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，他大脸到往地里跑，脚到地里压的，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，压到了哥。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，我还没干算了，你光念佛就行了，干活不当我念佛啊？在劳动了，就有禅定，有神通，人家不嫌道。你说一百多岁了，一百多年还啥说？当海贤师父看到圆明寺寺院观音殿前大梧桐树树枝下垂过低，就拿着斧头锯子爬着梯子到树上修剪树枝。112岁的老人了，万一有个闪失咋办？高兴的是师父都100多岁了，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，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。师父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，笑着说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在念着佛嘞。一花开时百花开，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，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。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。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，从来不做惊颤佛事，但他不论闲忙，佛号从不离口。他的一言一行，他的一举一动，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，都含有无上禅机呀。他对我们说，念佛修行要能吃苦，以苦为师，以戒为师，不能图供养享受，吃苦力穿补力，想当和尚会当婆娘。是啊，我们亲眼见到，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，若到哪里去，总是带着针线包、锥子、剪子等小工具之类，凡是自己用的、穿的，全是自己洗洗、自己缝缝补补，从不麻烦别人。2012年3月，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，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，老和尚试穿一下，感觉有点长，当即逼真引线，撩起了袍边。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，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。有一天，老和尚像往常一样，午后不休息，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，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。老和尚，你掰吧，你掰点害怕，你掰点真的不好意思，你掰吧，你见他大的掰。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。2012年农历8月初9，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，贤师童心大发，亲自搬着梯子，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。大伙见此场面，无不叹为观止，能如贤师者，千年试问几人比。云居士的供养你们戒指，海贤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云居士的面子戴在手上。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，他把这个戒指交给我们，他说出家人当着戴上。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军带领把联系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你看菩萨所在之处，令一切众生起欢喜。谈任何名闻利养，当时接受这个戒指的是为了让众生生欢喜心。会喜闻原是的，以前活着几十年呢，能到现在都是3年前的。老人家，我做了家父，我做了转转后的家父，转课时是比我儿子，我儿子还要艰苦。我那不是说一会儿能幸福了。阿弥陀佛，念几十年，不归我。年年月月天天，没有休息过。句句行都多念阿弥陀，
人家达到这个层次，不能也不是，人家是读中生，就是做这个榜样，叫你后学不能求着富婆了。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。老和尚又来的时候，他拿了一只是鬼魂菜杆子做的拐杖。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：“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，你咋不用嘞？”老和尚哈哈笑笑说：“咱没恁大福报啊，咱用这都行了。”把那拐杖嘞又送给别人。哎呀，我才上桃花洞啊，他又过四十斤玉手中，那种上玉手了以后，我才安住。哦，在常州山。哎，对对，八九年的战争，早受红浪的酸的太累。老和尚自学自愿，把自己仅有的寺院、自己耕种的粮食拿出来交到官库，并且粮食款都给了。那他这都是说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，爱国不爱教，为国分忧，多化众生。我问现实，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？现实说，我求老佛爷来接我，他不答应。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。海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，孝亲尊师的法。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。显公和尚佛门榜样，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。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。2013年元月13日，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，他高兴不止，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，并说：“我穿上这袈裟，拿出这书本，你们跟我照张相吧。”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。老人家这一举动，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、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拿上这书本，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。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，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。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，三天后的晚上，老人家一番常规，自己敲着印球在卧室里绕佛念佛，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。好像他表了这一法，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，才放心地撒手西归，表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的话，那不是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，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。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成教的法做了正传。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，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，那就是一句佛号、一部经、一门深入、长时熏修、一生成就。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。他不一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就是。而上海下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，埋埋无言的身教，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。恩老虽互不相识，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，真是暗合道妙啊。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现师的招聘，并得知海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，赞叹海现师表法圆满。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，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、一部经、一门深入、长时熏修、一生成就的这个法。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现老和尚的照片，并加以说明。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，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6岁的生日，走了一桌馊菜，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，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。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，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，以苦为乐，以戒为食，向他老人家学习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，发扬光大，成就自己，才能成就众生。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，说
说明这个佛陀教育是圆满的因果教育，人人都能做得到，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。得悉贤公安详逝迹的消息，十方大德高僧、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，拜瞻圣容，缅怀师风，立碑铭志，诵诗西行。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，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，葬于来佛寺塔院。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，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。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者，佛教协会会长上苍向您长老，红海师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，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卢贵老师，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。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，是佛教界的大圣贤，贤公毕生献身佛教，爱国爱教，严持戒律，尊师重道，慈悲喜舍，利益众生，深受佛教界和社会界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。贤老必须成师父教诲，修持净土法门，阿弥陀佛圣道，刀路不断，老实念佛，道行坚固，与世无争，与人无求，干部名利，宽厚待人，以高礼之岁，良戒之身，思维敏捷，身无病，自知时至，安乐自在，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。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，提前和弟子们告别，潇洒自在，安然生息。贤公现身说法，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，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，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。行住坐卧委仪庄严，应机教化妙用随缘，广言正法利乐人天。阿弥陀佛。天王，乃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，上台下贤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，至此名声渐起。我自是江苏的老和尚，在20年。